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入选问题，名叫天亮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弹幕，谢。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缠绵，让我想起他们那是无处的眼，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，震彻山谷，就是那个秋天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，眼中泪水沾满了双眼。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，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，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。妈妈笑了，天亮了。好，在这儿